据说突破武王的过程越难，突破后就越强大。我乘风渡劫，却要渡最难的劫，这点力道还不够。再不处理他，死的就是我们了。想靠近陈峰，我不敢闭关。武王镜，武王一处罢此道是他举。你就是那个贪生怕死、整天躲在皇宫的大皇子。抓起来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朝阳哥哥吗？